一个巨人躺在楼上睡觉，而下面就是川流不息的马路。起床后对着大楼开始练功，紧接着是跑步，最后还做了个深蹲。运动完后挎着驴皮包包迈过立交桥去西单购物。而这样的巨人还有很多，这个巨人喜欢学习，看完书后站了起来，手一抬把书扔了出去，轰的一声落到地上，吓了男人一跳。小伙听到声音跨过大桥从河里跑了过来，一只大脚落到地上，快速朝前走去。他好像上班要迟到了，再赶时间。来到市中心后点了杯咖啡，老板熟练地拿了一杯，随后递给了美女，这一杯量可真不小。他边走边喝咖啡，这个小伙正在表演街舞，美女看到后非常兴奋，跟他一起跳了起来，还别说跳得真不错。然后跳着魔鬼步伐朝前走去，可小伙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跑了过来要跟美女生猴子。这个巨人比较开放，躺在草地上睡觉，穿着睡衣跨过伦敦桥来到市中心，倚着摩天大楼欣赏夜景。原来他们是在偷偷约会，这个美女坐着小船来到岸边，趴到地上跟兔子嬉戏，手一伸把埃菲尔铁塔拽了过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巨人从哪儿来的呢？